今日嚟到尖沙咀口福街食船面下午茶。船王除咗尖沙咀店之外咧，喺铜锣湾同大埔都有分店。餐厅入边咧播住啲好慢嘅音乐，感觉都几舒服。下午茶时段是两点半至五点半，有细船面和大碗船面两款选择。细的是一份有三小碗，价钱是36元一份。而大的单碗船面是看回不同的材料，价钱由42元至52元都有。两款都是包了小食一份或者饮品一杯。另外加8元就可以有齐小食和饮品，可以揀汤面或者捞面，亦都有4种面底可以选择。辣度都可以揀唔辣、小辣同辣，所以佢哋嘅配搭算系有几多种。讲细船面之前我首先要分享一件蠢事，真系好蠢。我本身听到细船面三款送三小碗，我就以为系一款送一碗面，即系以为丸系一碗，肉系一碗，但原来佢一碗咧系有齐晒三款送，所以其实我应该可以试多几款唔同嘅餸同埋面底，要汤或者捞都系可以揀嘅。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我哋三碗都是成为同一款牛腩、牛肉片、牛肉丸配金边粉。一碗的份量真的很小，大约2-3啖左右就食完噶啦。你筷子一夹就已经是全部嘢噶啦。但我觉得金边粉的口感都不错，汤底其实很浓郁噶，有很多种香料的味道，带微微的酸味，有一小块的牛肉片，味道冇乜特别，牛腩好深色。咬落嘅口感有啲硬，牛肉丸都系一般般。每碗面上面都有放到炸猪皮，脆脆地咁都几过瘾，浸汤食都几好食其实。台面放咗3款调味料，分别系泰式酸辣汁、鱼露同埋辣粉。我哋分别落咗鱼露同埋泰式酸辣汁，都觉得几好味，感觉汤底嘅味道会再丰富啲。大碗嘅我哋叫做捞河粉，42元一碗。有7塊豬肉片，吃下去豬肉肥膏的部分是爽口的那種，有少少肥膩，豬潤都很硬，感覺好像煮了很久一樣。而豬肉丸不知道為什麼完全沒有味道，剛剛吃的牛肉丸其實都不是很濃味的，但這個是真的沒有味，所以剛剛的牛肉丸好吃了。對比來說沒錯沒錯，撈的汁有少少麻油香，酸酸甜甜，微微鹹鹹地，這個味道是挺好味的。河粉好宽，口感都 OK， 佢好挂到个汁。整体嚟讲，我觉得两碗船面嘅餸感觉都一般，但系汤底同面底我哋就几中意食嘅。饮品好得意，佢系用一个碗装住噶。我好少见，好似以前嗰啲兄弟咁。咁样兄弟。都有難同當嘅呢個係。凍車檸蘇打係唔甜嘅，飲落都幾清新。不過我哋中意凍柚子檸檬蘇打多啲，甜啲，個味又濃啲。係佢下面係勁多嗰個柚子㗎，而且我覺得佢用呢個碗裝都幾夠凍。跟餐嘅小食有7款可以揀。我哋揀咗泰式炸蝦卷同埋炸雲吞皮。泰式炸蝦卷佢得2件，裏面有細細隻蝦，出面圈圈好似有啲食薯片嘅味道，好得意，好味。出面裏面都 OK 嘅，都冇嘢，即得呢個嘢啦。炸雲吞皮有少少鹼水味，脆脆地點泰式辣醬食都幾開心。呢個正啊，呢個咔咔聲。尖沙咀分店仲有限定串燒可以食。12至18元一串，串烧可以拣泰式辣汁、沙爹酱或者泰式烧烤酱。但我觉得串烧嘅份量有啲少，系可怜嘅睇落去。菠萝都几多汁，甜甜地。泰式辣酱唔系好咸噶，甜甜地但系好轻微、好轻微嘅辣味，同菠萝都几衬。
鱿鱼酥咧都可以咬得开，食落咧都几爽脆。沙爹酱比起泰式烧烤酱咧辣啲啲。呢个牛柳粒咧要18蚊，店员话咧系因为粒状太难烧，所以咧就切开咗佢。咁佢应该唔好叫牛柳粒啊，应该叫牛柳。我觉得呢间嘅牛肉嘅牛味咧其实几重噶，但系啲肉质咧都系好硬嘅。我觉得跟餐嘅小食咧都可以加配，但系就唔太推荐呢间嘅串烧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三碗船面记得拣唔同碗啊！如果想睇更多影片嘅话，就记住订阅我哋，同埋揿埋隔篱个 bell 啊！拜拜。